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定要野组合的姚琛，冷笑话艺术家姚琛凭借着男版鲜美珍斩获九一国宝眼泪，这太荒唐了！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，看帅哥的摩托贼拉帅气。哇，他的摩托车果然与众不同，他怎么会有人骑着摩托来走红毯啊？来来来，你好，的好，中央，哎，您要先就在这边 solo 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拍照。拍个照，刘静。好的，非常好。好，你要不要先找个地方停下车？停下车。好的，停这里。我们停这边可能一会儿要收费哦，你稍微注意一下。哦，没关系。哦，没关系。来，我们先来签名。签个名。哦，很帅气。哇，这个名签的非常肆意。这个得等三秒。等拍照是？哎，这位摄影师，人家在等拍照。拍照，注意力集中，我们要拍照了。哎，好的，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欢迎姚琛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感觉怎么样？现在的心情？像回到了家。我是不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？是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刚发行了个人单曲就要振臂有声的爆炸的额外惊喜男团姚琛。哇，这是你们这个男团现在就你自己一个额外惊喜男团？哦，艺人成团，额外惊喜男团，现场。可以，现场出道，立马现场出道，可以欢迎我们的那个男团主担当，vocal 牡丹，以及一个人就是一个经纪人自己承担的姚琛，投资艺人 VIP 嘛 VIP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就是你也会跟我们一起带来很多的好物，对的，给我们的鹅宝们，是不是？是的，那就那边有茶水点心，我们先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对，去喝一点，对，那边就是小心一下，好的，我们一会儿再见，好的。那边还有朋友，你们可以聊聊天。